안녕하세요, 大家欢迎来到韩国留学通网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TOPIK 终极词汇的一个新的部分，就是惯用语啊。那我们想一下，什么是惯用语呢？惯用语包括了很多习惯性的搭配，还有很多的俗语啊，俗语的一些情况，歇后语、成语等等都包括在这个惯用语里面。那么在我们 TOPIK 的终极考试里面呢，有一些的这个啊一些的题型呢是跟这个惯用语有关系的，所以一定要好好掌握一下。因为这个惯用语呢，很多的这个说法呢，有的时候跟汉语的这个我们的思维是一样的，有的时候呢，这个韩国人思维和我们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呢，我们要一起积累一下。那么这个部分呢是比较有意思的，因为它涉及到了很多这个俗语啊，非常的有意思，很生动的。那我们一起来带着这个非常好的心情呢来去学习一下。那么今天我们来学习10个这个惯用语啊，我们先看第一个惯用语是什么呢？啊，공먹고알먹기啊，공啊，공是什么意思啊？供是这个野鸡的意思啊，那么吃了野鸡呢，再吃这个里面的蛋啊，吃了野鸡又吃蛋是什么意思呢？一举两得，这个一箭双雕的意思啊。光蘑菇而蘑菇啊，经常考到的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对话，那么是由这个卡和拿的对话。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卡怎么说，담배값이또인상된다더군啊，这个담배값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烟价，香烟的价格呢，또啊又怎么样呢？인상된다더군啊，又上涨了，인상되다又被上涨了。那么拿怎么说呢？이기회에담배를끊어보렴啊，那么你把这个烟戒了吧？我们说戒怎么说呢？담배를끊다，把烟戒了。那么在这个机会里面，你就把烟戒了吧，끊어보렴。건강챙기고啊，把健康呢也搞好。챙기다是准备啊，这个调理的意思。那么把健康呢也调理好。돈도아끼고，아끼다是什么呢？这个珍惜，把钱呢也节约起来。光蘑菇而蘑菇啊，又吃鸡又吃野鸡又吃蛋啊，一箭双雕嘛，这个意思。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啊，一箭双雕，光蘑菇而蘑菇。我们看第二个是什么呢？누워서떡먹기啊，누워서떡먹기啊。那么누워서啊，누다是睡的意思，躺下来呢，躺下来吃这个떡啊，躺下来吃年糕是什么意思？非常的简单啊。易如反掌的意思，易如反掌啊，누워서떡먹기。那么我们会发现，在这个韩国的俗语里面呢，关于这个떡啊，关于这个年糕的这个俗语非常的多。因为年糕呢，在韩国人的心里面呢，是一个非常好的